那天我微博下面出现了老公，好多人回复他，把这种丢人的评论顶上去了。林俊杰，我想跟你生猴子，微博下面也来了，然后有人回复他，跟杨迪有可能真的生下出来是猴子哦。平时录节目会经常和一些 idol 一块录节目，他们的粉丝就会过来拍嘛，有可能会和安保人员发生一些冲突。如果这个时候知道这个粉丝是某某 idol 的粉丝，可能会影响那个 idol 本身。对，所以当那个粉丝被推搡的时候，那个粉丝大喊：“干嘛？别推我，别影响我拍杨迪。”那种事情吗？粉丝接机，粉丝迟到了，我等他们。后粉丝终于来了，谢过了我，冲向我的化妆师，一个。杨迪，其实你长得一点也不丑，不开心哈，因为人美在内心，不在外貌。我这个来了大概4到6个粉丝吧，手幅准备了20个，人都没那么多，准备20多个手幅，拿都拿不过来。